今天分享太极拳跟东星斑啊，这个鱼骨就整成这个太极 S 的形状啊，还有这个芦笋、鸡中筋、白果，这鱼片一边一份啊，两种做法。这个鱼骨炸定型啊，炸到金黄色。我们一边的鱼肉啊，鱼片厚厚的薄片，然后用杏片把它裹起来啊，鱼肉拌点底味，再来一点粉啊，让它粘稠的，把这个杏片粘得住啊，粘得起来不要掉。 OK， 压一下啊，好压一下，对，炸得够硬够脆就可以了，不要变形。哎，差不多了，行了，颜色够了，不要太黑就不好看了。好、哦，拉起来，准备炸那个，那个油不要那么多啊，少一点。把教学，赶紧。油温不要太高了，一高就黑不溜秋的了，黑个乌鸡别黑吃坦的了。长锅一倒，哎呀，不要一块块，它不会粘的，对，好、哦。OK， 拉起来了，油温高了，等一下就啊过头了，过笼了，然后先让它吸收到油温，好，再放下去，慢慢升起来，啊，小心啊，炸好了啊，把那个造型摆好，喂，哎呦，快点嘞，哎，摸，这么薄，我摸来摸去摸。一样啦，好，快点啦！好，先插好那个鱼头，插好那个鱼的造型，再摆这个，先立好底下。哎呀，就是说来说去你们都不会的。哎，行了，来 S 型啊，太极啊 S 型的形状啊。好，摆成两边。不好啊 ！OK。摆好啊！谁？好的。SO。好。不行嘞。好，重新起锅。赶紧放鱼片。信封鱼肉那一边在底鱼皮在表面哦，对，先煎肉那一边，等一下反过来就很漂亮了，鱼皮很容易卷的，这边没那么容易卷，卷起来就不好看了，煎，拿锅铲压一下翘起来的地方哦，对。翘起来，那个地方都不熟了。哦，两宅，哎，漂亮啊！压一下它拱起来的地方。好，摆好啊！好，二十欧，搞好一点。打均匀，快点啊！搞一点点滴几滴油在表面啊！好、哦，打均匀。对了，好、哦，把那个酱料好了，太极东星斑就 OK 了，这个亮照啊！